哎，我是我送给你的爱心礼物，所以写着祝爸爸父亲节快乐，我永远都爱爸爸。嗯，嗓子都哑了。我水还多呢。哦，那个什么，妈妈还没吃饭，我们回家给妈妈带一下，送一下饭吧，好不好？她说要吃炒饭，还要加一点水果给她。好，我也一起去吃点水果。嗯，那我们一起回家，好不好？啊，等我手上的事情忙完一下。嗯，我帮你看看。好的。那里面写的什么呢？好，谢谢你哦，宝贝。爸爸也爱你哦。我给你准备一个东西。爸爸，是你的父亲节。我还得写一个字呢。嗯。这叫父亲节水。什么都是父亲节的啊？父亲节水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哦。不用谢，拜。现在送给你，反正给你家妈，给我妈讲。嗯，好的。这个爱心送给你。嗯。好了，宝贝，快来。给妈妈的饭准备好了，给你留了一个这个。嗯，我们给妈妈送饭好不好？好了，走吧。好香啊，爸爸。嗯，爸爸。哎。我先把这个扔到垃圾桶去。好，去吧，快点。放这里就行。嗯，放这里就行了，放这里，放这里。我们走，我们还回店里还有事情。跟妈妈说，我们先去店里了，现在要关门。我们下班了。嗯，准备回家了。准备回家了，走。再见。再见。